我丁哥，我帅气。啊，哦，丁哥，你看还有小卡。哇哦，天，你说完了。这就是高三的学生和高三的学生。我还在前地址呢。你看，马哥呢？你快，你把马岩石叫出来。马哥不睡觉了，宝贝。马哥是不是在睡觉？这是纸，这个特别有趣。这个是个热感小卡。这个没有。什么？库存不足。用手。就没了。你看，这么快吗？本人都买不到。本人都买不到。啥？马哥，你看。满堂呢？马家琪就是团的。马家琪来了。哎，马哥。马哥。马老师。哎，马老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专辑。是二位的。马老师，我在录屏啊，马老师，我先告诉你。你看马老师，你看这个，刚刚搓的余温还在，我给你搓一次。我们这个是热感小卡，特别厉害，很厉害的。要搓才能，搓。不是，就是热的就行。只要是热的东西放在那边就行了。买不到。放在你的心上，它就会慢慢的化。这有现成的。性感小卡，没有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。然后，哦，这个为什么还在？它是不是坏了？没有，应该要等一会儿，因为你好想你们呀、啊，真的。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没有你们的日子，我真的是度日如年。马哥怎么只露半边脸？就是这个语音啊，它不能太好。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就到这儿。啊，没关系。你看三个人好像都没时间剪头的样子。对，头发都好长，三个蘑菇。没事，高考完了第一件事奔理发厅去剪头发。相约同一个理发店。你们怎么样啊？你们最近？哎，还行。我们还行啊。哎呀，感觉他们真的是被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面。就是可以一天不踏出这个楼层的，就是挺神奇的。哎，你们学完了吗？学什么？他们学完了、我们三个他们日常学术交流学完了吗？要不然你们三个聊着，我们四个聊着，我们给你们构建一个平台，让你们多聊一会儿。我现在感觉太强了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你们一轮完了吗？张哥，你抬头看丁哥。一轮没有。他们都没跟我们说话。好像不像是这样的。一轮把麦克风关了的吗？没关，我换个城市生活了。不是马上三级了吗？我说的一轮就学完一轮了吗？啊，我们舞台准备的还可以。对呀，是吧？是，我们舞台确实还挺好的，挺棒的，我们挺有信心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我们这次舞台应该这个真的冷却了，所以大家真的是。你们听到了？少年 blue 做了第几期啊？第二期。少年 blue 什么？我少年了。马上要录第二期了，上娘菲尔录几期了？马上第二期，对，加油！没事，我们七月份就可以一起搞少年菲尔了。对，是的，我们七月份行吗？场子听说还挺大的。那你们好好，对，好好加油吧。好，你们也加油。我们为你们留下了丰富的高考资料。我这一堆全给你们留着。我天呀！这堆如果对什么，你可以我也可以留给你们。爱了爱了，我天！行吧。接着说。你说。加油！我们都加油，好吧？好嘞，你加油。张哥好冷淳，好官方。张哥，我们全部都加油，好吧？我发自内心的，真的。你们加油，你们好好考啊！嗯，好的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样吧，考了，我给你抢到主角吗？他说啥？你们还要抢出来？拿到了吗？抢不到，专辑都卖完了，库存不足，真的，两分钟之后。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了。他们有这个啊？就这就是我们专辑，我们专辑真的超级值。哎，里面东西特别多，照片特别帅，真的。这可以装水杯吧？可以，你要的话现在还有这个东西，直接给你闪过来。我现在还可以装火杯哦。你要我给你闪过来？这是宋亚轩，你要把我，要把你拿出来看看吗？创意小张哥的也有，马哥的也有，丁哥的都有，都跑不掉，好吧？往上贴的是吗？
都跑不透，跑不掉啊，跑不掉。丁哥，哎呀，这是谁啊？哎呦，太羞耻了吧！我天，你跟我说了同样的话，真的。哎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马哥穿比基尼，穿成这样，就为了这样。哎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能不能好好穿衣服了？耍流氓啊！这是耍流氓，能吗？耍流氓，想到吗？吃饭了吗？价值观都出来了，张志远。价值观。不是吧？你们天天学的都学成这样了。哦，张哥选了，有张哥有选政治吗？张哥有选政治，有。我历史差世界成，哎，突然就改了。少轩怎么不在了？走、哦。哎，怎么没录了？挂了，你们上课去吧。上课了。嗯，好的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张哥一副。为什么张哥不招手？么么哒，么么哒。张哥为什么不招手？张哥。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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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。爱你们哦，爱你们。我待会儿玩玩你们的小卡。嗯、我待会儿给你们穿衣服啊，拜拜。哇，拜拜。挂了啊。挂了，拜拜。